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2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众魔外道。戒不能坏啊！从这看起，众魔前面有注解啊。外道，什么是外道？与佛教之外列道者，行于智理之外者，皆名外道。这外道这边有两个意思，有浅深的不同。第一个意思比较浅啊，与佛教之外列道啊，建立这个道教。为什么？因为佛的教法是从内发的，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大乘经教佛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从内心里面去求，这是佛道。从心外求法呢，那都叫外道啊，是这么个意思，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佛经称为内典啊，它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跟记问之学不一样啊。我们读的多，看的很多，听的很多，这都从外来的，不是从内的。那是什么？那是悟啊！最明显的例子，学佛的同学都不会陌生啊！你看看《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也没有听过讲，在黄梅虽然住了8个月。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舂米破柴啊，是在道场里面做苦工。这个寺院里面有讲堂，他一次没去过。寺院里都有禅堂，他一支香也没做过。换一句话说，行门解门都没有啊！最后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为什么？他开悟了。开悟之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全懂。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念的人迷惑，他讲出来之后让你听了，你也开悟了。啊，头一个是在逃难路中，路途当中遇到的。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天天读诵。啊，这一天慧能大师遇到了。啊，能大师坐在旁边，他在那读经。啊，念完之后，慧能大师把这念的一段意思讲给他听，他非常惊讶，怎么讲得这么好？捧着经本向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你不要拿经本给我看。你不认识字，为什么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内学。”这叫佛法
这个例子太明显了。啊，那什么是内，什么是外呀？开悟了是内呀。佛法最可贵的是开悟啊。为什么会开悟？心清净了就会开悟。啊，我们这个经题上表示的很明白，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后头那个觉就开悟了。啊，清净是定，是真心，平等是更深一层的真心。大彻大悟啊！啊，得清净心开悟，不是大彻大悟，不是阿罗汉得到的，辟支佛得到的，得到清净，菩萨得到平等，大彻大悟啊，就成佛了。慧能大师大彻大悟啊，从哪来的？从清净平等来的。清净平等跟认识字不认识字，跟学不学过的真的没关系。给我们做这么好的榜样啊。啊，这内外你就清楚了。啊，所以没有界定。这个智慧，这不叫智慧，叫知识。都是从外头来的啊，知识。所以今天整个世界会出现这些麻烦，社会动乱啊，灾难频繁，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慧，全是知识啊。知识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智慧也能发现又能解决，而且没有后遗症。为什么？智慧的心纯净纯善啊，知识的心不然，知识的心是凡夫心，有情执，有分别，有妄想啊，智慧的心没有，智慧是真心。佛法讲内外从这里分的。如果我们学佛出家了，也受戒了，一生弘法利生，我们的情执没放下，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放下，你一生所学的所教的通是知识，经典的知识，经典智慧你没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可是往生西方世界可以，知识没有智慧也能往生，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叫待业往生啊，你这些业障习气可以带去，这个法门就殊胜了啊。没有定慧生到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有定没有开智慧，生方便有余土啊。智慧开了，生十报庄严土，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呐！要不然，凭我们凡夫千年万世的修行，都不能入其门。那个入门好难呐！啊，《金刚经》大家非常熟悉。就以《金刚经》的标准来看，我们几个人可以及格啊，入佛门，小学一年级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要破四相，你才能入。啊，也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能入门。谁有能力？金刚经的后半部，入大乘之门。啊，前半部是小乘之门。四相破了，真虚脱还，小乘出果。后面四句是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不但相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那个见是意念，念头都没有了，入大乘之门。啊，大乘之门是谁呢？华严经原叫初住菩萨，啊，初住以上大乘，啊，小乘没有份呐，小乘只能破四相。我们今天连破四相的本事都没有。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虽然这个地位不是很高，可是十方菩萨都向往。为什么？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可不得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到那里享他的福报。凡圣同居土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身份，享受什么样福报？享受化身菩萨的福报，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待遇是化身菩萨的待遇。啊，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就会感恩阿弥陀佛了。不但物质生活替我们照顾到那么样的圆满周到，不但人间不能比，天上都不能比，都比不上他。同时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说法，没有休息，这是什么？弥陀布施我们的智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定？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搞清楚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全搞明白了，全清楚了，那你就全放下了。放下就是本来佛，你本来是佛吗？啊，你就回归自信了，返本还原了。啊，这个就是大乘教学证得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位。啊，所以菩萨有智慧，这个智慧真智慧，用金刚来比喻。啊，他有金刚智慧，所以众魔外道皆不能坏。
菩萨看到众魔外道，如如不动啊。不会受他们影响。啊，所以这个外道啊，第一个意思搞清楚了。第二个是行于智理之外者，这叫外道。这从理上讲，智理是什么呢？是心得。与自信相违背的，这是外道。啊，那自信之理有标准吗？有。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句话了。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更清楚、更具体。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有这三样东西。啊，第一个有智慧，啊，这是自性本具的智慧。你看，不学全都知道了，只要见性了。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经全知道，这个世间圣贤讲的通他也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他全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离自性啊。你只要见性了，你就全都知道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一切法是你真心所现的，是你真心所生的。既然是自己真心所生所变，哪有不知道的？啊，连虚空法界都是真心所现的。所以这个智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啊，智慧如是，德能如是，相好如是，没有一样不如是。啊，你自己本来具足万德万能。啊，你本来具足无量的相好。啊，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能不好好想想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迷了，迷成这个样子啊！啊，除了遇到佛法你有回头的这个机缘之外，你再找不到机会了。换一句话说，除了佛法你回不了头啊。那佛法对我多重要，佛法对我有多大的恩德，你才会知道。知恩才晓得报恩啊。啊，几个人知道佛法对自己有多大恩德？不知道啊。啊，我们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永远在轮回，决定没有出头之期。啊，遇到之后也还得缘分，都要有善根，有福德。所以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彼国就是极乐世界。我们遇到佛法是缘呢，缘有了。啊，什么是善根呢？真相信是善根。真听懂了，真明白了，这是善根。啊，真相信了，真懂了，肯不肯干呢？真肯干。真正希望这一生往生，这是你的福报啊，无比殊胜的福报啊！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吗？还有福报能够想没有了，找不到了，世间出世间都找不到。第一大福，究竟圆满的福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个说法真的太高了，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把它降下来，降到我们现在的身份啊，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这个环境，行于智理。这个智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这是智理。为什么？它跟性德相应，完全从性德里头流出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伦理只有五条啊。第一个，父子有亲，亲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信德，这是智理。违背这个道理，灾难就来了。为什么呢？乱了，你的心乱了，没有这个东西，你心乱了，你的家乱了，你的社会乱了，你的国家乱了，你的世界乱了，你居住的地球乱了，就这么来的。这一点不假了。这个东西能不要吗？现在就大家都不要了。啊，都是自以为聪明，认为古人很笨，古人很愚痴，没有现在人聪明。现在人像发明光，发明电，啊，发明这些科学工具，啊，认为我们的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太多了，啊，古人哪比得上我们呢？啊，可是你读读古人的书，再细细想到现在的社会跟古人对比，古人虽然样样好像笨拙，但是他一生快乐，他一生幸福。我们现在超过古人，但是我们在受罪。啊，我们富贵都不落。啊，
古时候人不但富贵落，贫贱也落，没有不快乐的。啊，素富贵，他安于富贵；素贫贱，他安于贫贱。社会祥和和谐，跟现在不一样啊！人与人之间互相礼让啊，没有竞争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互助合作，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但现在兄弟姐妹都不能比了，现在兄弟姐妹过不过，谁也不过谁。啊，为了争遗产还上法庭，你称什么王？在古时候呢，不被人笑话，哪有这种道理啊？啊，个个都退让啊，没有争的。啊，所以我们读古书跟现代我们这个生活一相比较，你就能够觉悟了。啊，古人不是不能发明这些东西，他有智慧，智慧高过知识。啊，佛经上讲的许多东西，这科学的原理原则，现在讲最尖端的东西，他都说得很清楚。啊，3000年之后的今天，最近的科学家才发现，啊，发现跟佛讲的一样。啊，佛不能发展科学吗？为什么不发展？他知道科学带给人类是灾难，好处有一点，不值得。啊，你得一分好处，你要付出99分的代价，非常惨痛。他不能做，不忍心做。啊，那么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这是从根本就起，真正觉悟了，真正证果了。不要说别的，啊，只要你证到小小果，就是虚陀洹。啊，我们今天用手机觉得很了不起了，手机上你看可以看到照片，一面讲话一面看到对方，就像面对面一样，这个不得了了。虚陀洹要不要？不要。虚陀洹有天眼通，有天耳通，啊，朋友在远方谈话听得清清楚楚，啊，他在那什么样的，他看得清清楚，他天眼看见。啊，哪要这种仪器呀？这个多笨拙啊！啊，如果你真的二果了，你又多了两种能力，这就自性本能呢，啊，就现出来了。他心通，虚命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不知道，我们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干什么知道。啊，阿罗汉能看过去500世。啊，能看到未来500世。他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呢？这利用这些机械，这费多大劲啊。啊，而且常常有故障，
如果电没有了，它就不能用了。啊，那要到三国的话，这飞机都不要了，轮船也不需要了。它有神足通。啊，神足通是飞行变化，想到什么地方，念头一想，你的身体已经到达了。啊，那你就看这些交通工具就太笨了，这笨人干出来的事情啊。啊，证到阿罗汉果，六种神通具足，叫漏尽头。漏尽头，烦恼全没有。啊，对顺境善缘，逆境恶缘，心完全是平等的，完全是清净的。啊，念念生智慧，不生烦恼，不生情执啊！啊，这跟这是小果小乘，没跟你说大乘。啊，小果。尚且如是，何况大乘？啊，所以治理重要啊！啊，现在人讲真理，啊，与真理相应的，这是佛法；与真理相违背的，叫外道。下面引资持记云：言外道者，不受佛化，别心邪法。这是讲人啊，从人事上讲啊，有一类众生不接受佛的教诲啊。我们现在讲他不信佛，他信别的教啊，那么这也算是外道。啊，完全从现实人事上来说，啊，这是外道。天台净明书，净明是微末接近。啊，云法外妄解，四乘外道。啊，这又是一个说法。法外，这个法是佛法。与佛法所讲的不相应啊，与佛法所讲的相悖，这称为外道啊。这个道是道门啊。又圆觉经集注曰：心行离外，故名外道。这是从心性上讲的啊，我们心里面的思维，行是言语跟行为，违背了真理，这叫外道。啊，那么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我们违背了五伦。父不父，子不子，违背了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换句话说，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是外道。违背了四维八德，四维是礼义廉耻。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违背了八德。八德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叫外道又具舍玄义云：
学拐地理，随之往前，不凡内觉，称为外道。这是对学佛人讲的。我们用错了心，走错了方向。我们所学的是违背了性德。这个理是自信。如果能够明理见性，你没有学过戒律，你的言行举止自然合乎戒律。为什么呢？戒律是从心性流出来的。你见性没学过，必然入法。为什么呢？这叫道共戒，道明白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都在不到道上啊。那戒律就是道啊，一条条写出来了，你没有学过，做出来跟他一样的，一点都不会违背。定恭敬，定是心地清净平等。这些规矩没学过，它自然温和。所以地理重要啊，不能随自己的情志啊。忘情不行啊！随身忘情讲不烦内疚，不知道回光返照，不知道反求诸己。那这一类的都叫外道。所以佛法的外道范围非常之广啊！自古以来，多少学佛的人，结果是变成外道。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现前不知道，死了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死了以后他不是跟佛在一起？真正修得好的有功夫的，他跟魔在一起，跟妖怪在一起，妖魔鬼怪，跟他们在一起。那是哪一类呢？最著名的修罗罗刹，他到哪里去了？路走偏了，走歪了。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世尊两句话。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两句话太重要了。所以佛法的时候一定要思忱。老师是关键的。初学的时候不知道邪正的，不知道真假了，没有这个能力来辨别，所以依靠老师。老师给你选择，老师给你指路，这个太重要了。东方学说事出事法，没有不讲究事成的。古谚语有所谓，
良师出高徒啊！世间法也如是啊。那我们选择老师，选择法门，这个是要智慧。自己没有能力选，那就亲近善知识。老师会给我们提供建议，会教导我们如何斟酌去选择。他或者提供两三种，我们自己来做参考。我们选择之后，看老师同不同意。真正好老师，他有德行，他有修行，他是过来人，他知道，经验丰富。那我们就少走很多弯路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地方不烦内觉，凡是回头，向内求，不向外求。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意思。这是真实智慧。世间圣贤如是，佛也如是。又《大庄严法门经》曰：“文殊师利问金色女，谁是外道？”女曰：“与他邪属，随顺人受，是名外道。”金色女回答文殊菩萨的：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道听途说，不就这个意思吗？道是道路啊，有路人呢，外面走路人他所说的，我听到了就相信。就随口在宣扬这外道。为什么？随便听得来的信息，没有智慧去检测，这就错了。信息一大堆来了，一定要有智慧去检测，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哪是有利的，哪是有害的，这要通过智慧啊。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哪些是能行的，哪些是不能行的。传递信息的人没过失，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决策就对了。我们没有智慧，随便就相信了，叫听信谣言，后来产生的不善的
果报，你不能怪传谣言的人，怪你自己糊涂，没有智慧呀，去检测。这是正确的。传递信息的人，有心的，有无心的。有心传递不善，让你造罪业，那是罪。无心传递的，你也接受了，也造不善了，对他讲，他是过，他是过失，他不是罪。有心是罪，无心是过。啊，过一轻，罪就重了。啊，他不是害你。啊，可是责任都要自己负。啊，为什么呢？最后决定权在你自己，不在他了。啊，所以你自己要负责任，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啊，推给别人，你就错了。啊，尤其你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责任更大了，更要小心谨慎了。啊，领导人的人怎么能没有智慧呢？领导人的人怎么不可以啊？怎么可以没有清净心呢？啊，居于领导地位不需要能力。这孙中山先生讲得很好，领导人有权，下面的人有能，非常能干，啊，能把你的意思照你意思做好，啊，所以你有权了，决定权在你，负完全责任，啊，他们是执行的，是工作人员。事情做错了，领导人有罪，啊，他们顶多是有过而已，啊，罪跟过的果报不一样，所以外道种类多少，诸经不一，啊。因为你照前面这些意思来看，你就晓得啊，这个内外大致就能够辨别了。啊，佛在经上讲的也说的很多，像《大日经》讲30种，《涅盘经》呢讲95种，《华严经》跟《大智度论》讲96种。95种，为什么又加了一种？这一种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为什么把小乘算作外道呢？白论云：“顺声闻道者，皆悉是邪。”啊，阿罗汉跟辟支佛跟大乘比，他就是邪。你看声闻虽属如来正教，但是全法，故业余与95种外道并立，而称为96种。啊，声闻这个国位临时设立的，好像是中途站了，没有到目的地。你到中途站就把它认作是目的地，就住下来了，错了。
你学佛的目的是成佛了，声闻跟佛差得太远了。啊，譬如父母教儿女，希望你将来拿到最高的学位，好好的念书，拿个博士学位。那么你念小学，小学毕业了，你就满足了，你就认为我的学位已经拿到了，错了，那不是的。啊，小乘悟慧就像这个比喻一样，他只是小学毕业而已。啊，上面还有中学，还有大学，还有研究所。啊，不知道向上提升，所以称它是外道。所以金刚山做比喻，啊，比喻菩萨智慧坚固，一切魔王外道不能动摇啊！啊，金刚山是比喻这种事情。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菩萨什么样是菩萨？用《金刚经》做标准，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才是菩萨。金刚经的前半部是声闻，不是菩萨。不但四相破了，四相的念头都没有了，都不存在了。这是什么境界？无量寿经经体上平等的境界。平等是从哪来的？平等从清净来的。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学佛选的净土法门，方法是智持名号，应该怎样智持？从早到晚，二六十种，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日日年年，年年日日，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你就清净了。啊，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的心叫正心，你的意叫正意，你的念叫正念。如果还有别的，都叫邪思。都叫邪言邪行。为什么？这一句佛号保证你往生，往生不能靠人，靠人靠不住啊！现在就连助念都不保险了。啊，助念的人说他心不清净，他很着急。哎呀，你到底有没有往生啊？听说往生头上发热，一会摸一下，一会摸一下，知道吧？你说你烦不烦恼？啊，
那个作念的人要清净平等，你就作念有功德了。心浮气躁了作念，我相信那个磁场不是往生人所希望的。啊，心浮气躁这种磁场是极不稳定啊。在那个磁场里，他怎么会得到清净心呢？这些道理你总得要懂。啊，万事总不离理，你把理掌握到。啊，所以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常常劝人，人在临终帮他作念，不要碰他，让他非常安详地走。这个对呀。啊，甚至于祖师提出来，至少断气之后8个小时。啊，可是最安全的呢，12个小时。啊，那最好的呢是14个小时。啊，这是判断大概走了，生死离开。啊，能不能往生？是不是真往生？有2个最可靠的信息。第一个，他临走的时候还没断气，见到佛来接引，告诉身边大众，佛来接我去了，我走了，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第二种呢，你真心要求他托梦给你，他如果真往生了，他就有能力托梦给你，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要没有托梦给你，那就没去。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有这个能力。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我们求他托梦，这是感呢、啊，他就有应。啊，虽然没有应，他走得很好，走得很安详。啊，走得很庄严，肯定他不堕三恶道。这是靠得住的。啊，这个没问题。啊，所以要依经教。啊，要依祖师大德这种这个开示啊，来做参考。啊，实在说，走的人有没有往生，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一生自己能不能往生。这是最重要的。啊，他到极乐世界，我往生的不就见到了吗？啊，我们看慧远大师的传记。啊，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看到莲师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迎接他，都见面了。那没有往生就不在啊，这有往生的人都在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啊，我们要求的是这个，不求别的，绝不扰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啊，这是送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要以为我送了好多人，我有好多功德，你还在贪念功德，贪心还没断。啊，名利没放下，傲慢没放下。啊，一生的烦恼习气，这个都是自己麻烦的地方啊，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起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啊，这一段，佛用了很多比喻。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就是上面刚才念的这段文，哦，不是上，是前面，此下了正说。彼土菩萨真实功德啊，又问刚才我们所念贤菩萨自觉觉他弘法利生之德，我们应当学习啊，起心正直，正直是菩提心，起心论上跟我们讲菩提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在起心论上说的。起心论上讲的直心，就是此地讲的正直，这是体，有体就有用。真心自受用叫做身心啊，自受用。什么是身心？古大德注解里头都是这么说法，好善好德，这个心是身心啊，《无量寿经》经体实在讲得非常具体，好善好德。什么是呢？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这是善，这是德了。啊，所以我在二三十年前讲菩提心，我就用这个做身心，这个讲得很具体啊，身心人听不懂啊，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就是好善，就是好德啊，大悲心就是大慈悲心，这是利他德啊，菩提心两个作用，一个自利，一个利他了。自利是清净平等觉，利他是大慈大悲。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来讲菩提心，我讲十个字：
真诚，真诚就是此地的真知，菩提心之体，菩提心的自受用清净平等正觉，菩提心的他受用慈悲啊，我用这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好懂啊！啊，我们修就是修这个，起心动念与这十个字相应，你真的发菩提心。如果与这十个字相违背了，你还是轮回心，六道凡夫，轮回心。轮回心干的事情叫轮回业，菩提心干的事情叫菩萨道，这菩萨事业是一样，用心不一样啊，果报不相同啊。如果是菩提心，果报在极乐世界；如果是轮回心，总离不开六道轮回。这非常非常重要。啊，《念老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正直者，正者不邪，直者不去。啊，这个去就是现在。中国社会一般讲的弯路，你去就是弯路。啊，尽明尽月，执行是道场啊。往生论注云：正直越方，以正直故，生怜悯一切众生心，这叫直心。啊，正者不邪，直则不去，却是委屈。啊，正直的心，从这个心里头生怜悯一切众生心，这叫慈悲。所以慈悲心从这生的。啊，清净平等觉也是从正直生的。这心不正心吗？啊，不正不知，那个心就是妄想分别之主。啊，妄想分别之主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最严重的就是执着。啊，执着在大乘教里面叫见思烦恼。啊，华严经上用执着。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破净了，就成佛了。《法华经·方便品》曰：“于诸菩萨中，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
无上道是一乘道，对谁说？对菩萨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别人说他不懂，对别人说什么？说方便法啊，方便法是什么？二乘、三乘。《法华经》说得好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我们就知道了，佛说二乘，大乘、小乘；佛说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三乘方便说。对菩萨说呢，说一乘啊，不要瞧不起所以下下根的凡夫，因为佛对下下根的凡夫往往也用一乘法，不用三乘五乘。为什么？因为这些下下根人他能相信，他不怀疑，他肯真干，所以下下根能成上上道，道理在此地。啊，他谦卑，他没有傲慢，啊，听话。啊，叫他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会，就会念这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年了，往生真往生了，瑞相稀有。他成佛了啊！由此可知，什么样的根性最好度呢？上上根人，下下根人，这两头很好度，都非常容易成就。最麻烦的就当中者，不上不下啊，因为他的意见太多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佛菩萨慈悲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49年讲经教学，为谁？就是为当中这个人，上不上下不下的。啊，为他们说方便法了。啊，上上根人几句话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下下根人劝他支持名号，3年五载也往生了。又法华文句是云，法华经文句智者大师做的，无尘是去而非止，通教别教旁偏而非正，境界舍彼偏取，但说正知一道，这是讲的法华经。法华经是一乘法，直截了当劝你成佛。按五乘之分有多种，至于文句所指的五乘，是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啊，近代太虚大师讲五乘，根据《法华经》讲的，通教别教是偏，人天等五乘为趣。
故正知之一道，唯是圆教之一乘。圆是圆满，无所不报，无所不容。啊，就像今天我们所讲多元文化，是这个意思。啊，圆教包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教法。我们再问，包不包其他宗教？包不包这个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是不是都包在里？都包，没有一法不包括，这叫圆满呐、啊！不能包容，那就偏了。这个意思总要细心去体会，所以在一乘法里头，经典上常常有无有一法不是佛法，这个无有一法没有界限，皆是佛法。这是什么意思？佛是觉，不觉就是迷。对一切法你都觉悟了，那不就是佛法吗？迷了，迷了就不是佛法。对大乘经教迷了，这也不是佛法。如果对一些邪门外道也是觉悟了，觉悟就是佛法了啊！觉悟什么？觉悟你知道它是邪，圣贤法你觉悟了，知道它是正的，知道就不碍事啊，邪对我没妨碍，我不会受他的害。啊，决定在觉迷。啊，对一切法觉就是佛法。佛法就是觉法。觉而不迷。迷就是邪法。啊，对于大乘经教，你要是迷而不觉，你不是看他是邪法吗？道理就在此地。故其心正直，表菩萨之性，远离偏曲之教。唯是一乘圆法，方广平正，其疾如风，之大白牛车也。后面这一句是比喻啊，所以菩萨的心远离偏，远离去。啊，决定不会把偏邪、委屈这些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呢，只是一乘圆法，究竟圆满之法，一乘圆法。
在大乘经教里头只有两部经，第一部是华严，第二部是法华，还有一部没有翻译到中国来，梵王经。梵王是一部分量很大的经，翻到中国来的只有当中的一品菩萨戒，菩萨心地戒品，只有这一品。那么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圆中之圆，究竟圆满，是哪一部经？是《无量寿经》。为什么？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华严就圆满了。这是古大德公认的，没有人反对。华严经怎样达到究竟圆满，是因为普贤菩萨率领41位法身大士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无量寿经的圆中之圆，究竟之究竟，从这些比较，这部经突出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头的第一经，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弘化利生唯一的一部经典，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里头无量无边的众生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的有多少人，无法计算呐。有一等人听到这些话，他就怀疑，这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极乐世界有多大了？能容得下吗？那首先要晓得，极乐世界不是一个星球，这一定要懂得。不是一个星球，你住在哪里啊？这个问题，阿难尊者问过，就在本经。佛讲得很好，夜摩天住在哪里？斗率天住在哪里？化乐天住在哪里？不住在地星球上。天，只有四王天、忉利天是地居天，他住在土地上，其他的住在空中啊。空居不是地居，他不住在哪个星球上极乐世界它是法性土，我们的世界不是法性土，这土什么？
阿赖耶的相分是法相，不是法性。唯识家讲的清楚，讲的透彻。我们是依阿赖耶相分而住。阿赖耶的相分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见不到。我们能够见到的就像电视的传真，我们在屏幕上见到的，现场呢？现场我们见不到。谁见到现场呢？八地菩萨，不动地，他见到现场了。他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阿赖耶的业相，能量，科学家的能量。阿赖耶的见分，现在科学家称它做信息，信息场，就是讲的莫那什，阿赖耶的见分，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这些星球，我们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能够感触到的那个境界叫五尘。五根五尘都是属于境界相。那五识呢跟第六意识呢第六意识所缘的化成呢这属于信息。所以真正见到阿赖耶这三细相，他八地菩萨七地还不行还没见到既然是菩萨见到了八地以上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这五个位次菩萨统统见到，它不是假的。真有其事。不过这些佛菩萨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虽然有其事，其事不可得；虽然有其相，其相毕竟空。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会怎样呢？会放下了，决定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为什么？你说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实际上把它放在心上人还特别多了。哪些人呢？搞六道轮回的人，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他就搞六道轮回。六道众生啊，搞明白了，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了，给诸位说，六道轮回就没有了，真没有了，不是假没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你修净土，肯定得阿弥陀佛，佛光照，
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什么？见佛的秘诀。啊，所以你看菩萨比我们高明啊。啊，偏是通教别教。啊，取是小乘凡夫之见。这些全放下了，一乘原教阿弥陀佛，放光平正，后面是比喻，其极即是快速，成就快速，如风啊，啊，指大白牛车，古时候这交通工具里面。啊，速度最快的马车，大白牛车就是马车，用这做比喻。善巧者，佛的论语，称顺机，故名善巧。又文句，显善权取巧，名观行经纬。上句明确他善能观机斗教行权方便，下句明自觉与观行善入经纬，如是自觉呢，乃能方便教他随其因缘，故曰善巧。善巧对自己对教化众生是必要的。啊，善巧智慧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学过十波罗蜜。十波罗蜜是以般若波罗蜜为基础，为根本。后面四条就叫做善巧，啊，总名为善巧，方便、愿、力、智，啊，这前面修过。啊，这些就是方便、愿、力、智，能帮助自己向上提升。能帮助众生，所以自行化他了都不能离开善巧方便。啊，方便两个字怎么讲呢？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换一句话说，大家好懂，最巧妙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就叫方便。所以方便不是定法，方便是随机应变。啊，这要真实智慧。啊，用得非常恰当。啊，让人接受，欢欢喜喜接受。而接受他就明白。啊，明白他还能正干。对自己呢，观心敬畏，
啊，所以佛弟论里面说，称顺即已。什么叫称？什么叫顺？称是言辞，顺是行为。啊，即就是大众，宜就是恰当，宜就是方便。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用华严普贤菩萨的话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不顺着他，他不但不能接受，他还来反驳，给你添麻烦。所以一切要懂得恒顺啊，恒是永远啊，随顺众生。为什么？众生迷了，迷得太深，迷得太久啊，菩萨虽然大彻大悟，完全通达明了，对于一个迷得那么久，迷得那么深啊，你要帮助他像你一样，不是简单事情。你自己想想，你用了多少时间去修炼到现在的境界，你再想想，我们在没有遇到佛法，没有修行之前，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我在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之前，我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宗教，我认为那是迷信，而且认为呢，它是应该被淘汰掉的。啊，这是什么？从小老师这么说的。啊，所以小时候听到接受这个东西，先入为主，变成自己主观观念。再看一般社会大众知识分子都是这种心态啊，这还会错吗？啊，过失是很严重，自己一点不知道什么过失呢？没有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人云亦云，人家说迷信，我也说迷信。他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有没有去研究过？没有。有没有接触过？没有。啊，这是自己的故事。啊，方老师他接触过了，他学习过了。啊，所以他对于宗教是什么，他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他给我介绍第一句话是：你太年轻，你对这个不了解。这一句话说的我们就没话讲了，啊，然后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推崇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接着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后头还说了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
真正的吗？啊，他要给我上这堂课，佛经哲学。这是我跟他老人家最后的一个单元。第一堂课上完之后，我就离开他老人家了。我又找到一个老师，张家大师，那是专学佛的。啊，方老师学哲学的。啊，我得找一个专学佛学的来，啊，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跟张家老师三年。啊，这慢慢来呀。越搞越清楚，越搞越明白。啊，张家大师走了，他68岁走的，我跟他了一年，他65岁。啊，走了以后，我跟李老师，跟他了人家10年。啊，学经教啊，啊，正式搞了。知道这个东西好，啊，就是善巧一定要有，善巧的根，善巧的来源是智慧，智慧的来源是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的来源是守规矩，守住伦理道德。啊，如果把伦理道德抛弃了，对古圣先贤怀疑了，那你永远入不了门。啊，为什么入不了门？你没有敬意。印光大师说得好，真理呀，一分沉浸得一分理，十分沉浸得十分理。如果我们对这个圣贤一点沉浸心都没有，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释迦牟尼佛亲自跟你讲，没有，你入不进去。什么原因？是你自己有障碍啊！必须用真诚，你才能入进去。为什么？佛的所有的教诲，无论是身教是言教，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也就是全是从真诚里头流出来的。唯有真诚能给他感应，心心相印。你不是真诚，你学不到。啊，我们从六祖坛经做个例子，神秀跟六祖10几20年了，有没有其如心性呢？没有啊，还是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还干这个？这什么？心外求法，外道。你看看，书念的不少啊，儒释道都学啊，大家都称他为五祖的大弟子啊。五祖要成佛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想到，肯定是他。
啊，在五祖道场，他的身份就好像助教啊。五祖多少弟子都跟他学习，所以这些传法一波传给个外人，不认识字啊，讲堂一次也没参加过啊，禅堂一次也没参加过，怎么会给他了？没有一个人服啊。如果给神秀，大家都服了，没事。啊，一波传个慧能拿走了，大家不服气，只有神秀自己知道。啊，神秀还不错，还能够反省。啊，知道是没开悟。啊，踏了一手句子，被慧能改掉了。啊，慧能告诉他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他也服了，啊，还不错，啊，总算是个正人君子，啊，还有君子之风。啊，所以以后武则天做皇帝。召见他，他推荐慧能啊，但是慧能不出山，不应召。皇帝召见他，他不去。这些事都记在《坛经》里面啊，这都是。真正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教我们怎样学佛，教我们怎样度众生啊，正法救助啊，福利众生。所以这个称顺即自然善巧方便就生了啊，换句话说，没有自己，只有别人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个人的利益，这是基本的条件，你才有菩萨有佛那样的善巧。其实善巧谁没有啊，个个都有啊，只是被自私自利名闻利养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法华文句》上这两句话说得好，为什么呢？自他两方面都受到了行善群取巧，这是立身；明观行精微，这是自利啊。所以这个下面念牢做得好，上句名就他善能观机多教啊。你一看就晓得这个众生要用什么方法教他。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正法已经面临
存亡的关键。正法能不能住世，或者正法在这个时代灭亡，我们就遇到了，遇到这个关口。为什么？现在举世之人都不相信，我们要细心观察，为什么不放心？不相信，他不相信自己。你今天就问问人，你有自信心吗？他觉得摇头。啊，你相不相信父母？不相信。夫妻的时候，太太你相不相信先生？先生相不相信？都摇头啊。啊，连父母、夫妻、兄弟姐妹都不相信了，你还相信谁？啊，祖宗更不必说了，哪有祖宗？啊，什么圣人、佛菩萨，那骗人的呀！都这个态度。我们面临的难关呢、啊？无法救了。啊，那要用什么方法呢？行守还原观上的四德，我们就想到了。哎，依这个四德，也许还有效。啊，随缘妙用，随缘就是此地讲的善巧。随缘当中怎么样？不变。啊，不变什么？头一个是信心。你不相信，我相信。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还是相信。我不怀疑，这叫妙用。啊，我不被他转，他慢慢就被我转。啊，我要被他转，我就放弃了。啊，我永远不变。啊，用第二个德，那显现第一德就妙用。第二德是威仪有责，我要把佛菩萨所讲的我做到，变成我的生活。啊，变成我的工作，变成我处事待人接物的基础原则，我把它做到。啊，久而久之，他会发现，哎，你还真不错嘞。那为什么呢？他生活在痛苦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快乐的世界。哎，这两个是强烈的对比，要让他看到，他不看到，他不相信。啊，等到自己有机缘，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一起，做个好样子。啊，这一个小区是个佛陀教育的示范区。哎，大家认真做，做出来给你看。你要看到我这个比你们那个环境好，生活好啊，心情愉快啊，大家就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比你们天天吵架，天天怀疑斗争，那是那些比较吗？你看哪个好吗？哎，不用这个方法，你就没办法。讲破喉咙，没人相信。
啊，一定要做出来。如何制止态度？对待人、对人、对事、对物，真诚心。啊，用真诚心。啊，外面如何？啊，今天不叫和谐，决定没有心浮气躁。啊，现在人全是心浮气躁，我们心平气和。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要如如不动。啊，顺境不要狂欢，不要失态，逆境不要有怨恨，不要记仇。要用清净平等觉把它化开。啊，最后一个重要，那真的是基础，待众生苦。我们受苦受难给他看。啊，你不肯受苦受难，你就不想到这个世间来了。这现在太苦了，我们赶快走吧。啊，他们自作自受，随他去吧。这什么？这小乘。啊，大乘菩萨看到苦难众生，怜悯他，跟他共甘苦同患难，来教化他，啊，来帮助他，不一样啊。这个四德能帮助现前，啊，作为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纲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